拿着，交给你了。哦，我不会杀的。你不敢杀？我来。家吗？是啊。哇，你老家这么漂亮，你以前是不是土豪来的？哪里土豪了？土豪的好。这是他的家。现在呢，我带光哥那几位大老板过来看一下他这个是他的老家，然后几位大老板呢准备在这里拍个电影，先带他参观一下这里，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呢比较古老，比较老一点房子。我觉得他在这里呢以前肯定就是一个大户人家来的、啊、你看是吧，多人的，这么多个房间哦，这么多个房间。我这个老屋子那些人有八十多人。嗯，你看是吧，在这里拍个电影差不多90多人了。这个大看一下啊，天都晚了。好，对，早点时间天晚了，来，我跟好久了。关门关窗了，关上。香，放有那个五母猴，那个五指猴桃、啊。是啊。怪不了说怎么这么香。放点水进来。哦，这个土鸡这么梗。快点，切了。哦，又拿来煎吗？不煎了，走，放多点。